耶，好不容易我今天美美的，对不对？终于可以到达中间的舞台了。好，想不想听到大力多啊？真的想吗？我真的感觉不出来你们想在哪里耶。等一下我到那边，如果没有给我热情的呜呜，我就不讲了哦。好，再挂紧速度好不好？你们觉得你们会不会有信心到达目标呢？有，好，准备咯。我不讲我长哪边哦，注意看好不好？好，开始了。好，谢谢大家啊！好，跟大家玩了一点小游戏啦哦。这个呢，我要告诉各位是为什么。我刚刚一直讲的是机会，有没有发现？机会来临的时候，你要怎么去抓住它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我要讲的是，这个机会是百年难得一见。今天释放的力多，我们牛董真的是超佛心的，史上前所未有的机会就展现在你的眼前了。